你好，你睡着了吗？我你。那拜托你了。所以你之前说的我们去打败他，指的就是你看着我来打败他。准确来说，我没有说我们，也不敢看着。求的奇迹，他站在我这一边，就是这种力量。什么？啊！拔刀！不必都这么惊讶吧？在自己的思维里，对一股外来的力量，总是能做些什么的。切割，我也很擅长呢。算了，我原本不想把这里弄得太糟糕的，但看起来你们一点都不在乎。高达，这里还是更喧闹一些好了。提醒过你了，这就是曾经掌控我一切的人，你现在越令我感到失望，那五万年的囚禁也就越让我感到憎恨。可不允许走神。观众，真正的高潮现在才要到来。那家伙消失了。你还没意识到他打算做什么吗？所以你才仅仅只是一位欺诈师啊。我现在没闲心猜谜，既然他不见了，那就从你开始。欢迎观看威尔威的异人秀。什么？魔术师？这不可能，我明明已经……千万别过早下结论呢，可爱的观众，因为接下来你还会看到更大的惊喜。我就知道，说了多少次我没兴趣参与这种事，连每次叫学者出来的时候都喊错人呢。啊，对不起，那要不要再来一次？亲赴常理，远超人类所想。
这次不小心变出了两位朋友呢。竟然把两个人混为一谈，就像在说谈和言没有区别一样。我和他的差距便如日月，虽然光芒出自同源，实际上是四位朋友啦。这就感到恐惧，这是太巧了。这不是你，你一直在重新分割四位，破坏我的能力。准确的说，是先成为他们，再分割出来。原本就是我脑海里的思想，就算被你销毁了，也很容易找回来吧。你说我不相信自己，但不是的，我无名为群，只有现在这样才算是我维尔威。让我们拭目以待吧，当所有的我汇聚成螺旋之时，只要我愿意，那我就可以。现在你可不够可爱了呢。灵感这个嘛，